大家好，我是做馒头的姑娘小薛薛，今天新到一批面粉，听说送面这个事儿，一天收入也在300-400左右，这样算下来的话，一个月也都有10000多了。咱们一块听听送面的帅小伙怎么说。这月车能拉几个？这小推车都能拉2-10个。这拉一山能挣多久？刚拉拉歇歇。就这120得。哟，那也搞4房了。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无常，穿越爱只为埋头大海。你这一天300多米，爱的人手捧星光，不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，再改不成。结束啦，天也黑啦，打个铁条。一天装卸9根面，赚400左右，这样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留言。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